大家好，我们再次的回到球员锦标赛的第17洞。那今天是周三，也是练习日，没有职业业余配对上。那我们在周三的球员锦标赛的时候，都有一个活动，而这个活动就是杆地的进洞奖。那奖品呢？奖品非常丰富，首先奖品有将近15,000块美金的的现金，所以差不多是台币的50万台币左右。那另外一个奖品是除了跟同侪竞争还有炫耀的权利以外，那另外一个就是拥有整周在球员停车场的一个停车格，非常靠近第一栋，所以也很方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杆地们，其实很多杆地在 PGA 美巡赛的杆地很多都是以前打过二级巡回赛或三级巡回赛之后转到这个美巡赛当杆地。那这边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竞赛。豪哥，这个是我的杆地，非常壮。然后现在这个距离呢是142嘛，然后他其实去年打得蛮好的 ，Yeah take off， 他去年打过去剩不到10尺，可是还是没有顺利的拿到奖金。他现在手中呢，像风有点左到右，有点想顺风142嘛，手拿的是八号铁，他打算轻松打。哦，有点偏右，然后风一直吹，下水。阿瓜。Can do it three years in a row. That's right. Sorry. How do you feel?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Very disappointed. Yeah. Me too. Disappointed. 好吧，我们今天做个结尾。所以最好的成绩到目前为止，现在是这边的12点，所以目前最好的成绩是3尺多。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观众，所以你要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洞打到3尺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